骑着三蹦子回家，看着天儿，感觉一会儿要避免不了的下一场雨。小小包放一会儿呗。这个地方是小吉生活了30年的地方。没有那么长，我操！多少年我就出去了，十几我都出去了。啊，就是现在为止。现在为止生活了30年的地方。那就不叫生活了，那就是家。对。小包。这是来福。又把我大棉袄给换上了。太冷了。然后姨在做茄子，蒸茄子。后边是我们的小院。这两天，还种了芹菜呀、啊？芹菜可好了，这不知道咋都死了呢。水大了？水大了。老高了，茄子成好了，有那些火烤的，还是多烤的。今年的茄子是大丰收。嗯。去年好多了。先弄地吧，锄着铲。你咋不干活啊？我整了。这里是我们的后院儿，家里的鸡可把小包给稀罕坏了。咯噔儿，上边还有两只不知名的小鸟，这边是兔子，下了几个小兔崽子。特别的好看，眼睛是黑色的。停电了？啊？停电了？不知道呢。别大声，没有电。啊？有妈吗？没有，刘大爷。啊。这是干啥呢？姐？这个准备拌茄子里面。准备把茄子劈开放到里面，然后一蒸。真的啊！哦，哇塞，第一次吃。一会儿尝尝好吃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吃。你、第一次吃啊？我都是第一次吃、啊。哎呦！再说今天来了，咋的门都不敢进来，来回逛呢，来回闻他呢。为啥呀？他没进过这儿。再劈大劲儿吧。嗯。劈两半。别劈他劲儿了，劈两半了你，悠着点儿。嗯。这个是刚才已经加好的。然后蒸上去，直接一个就可以吃了吧？整个。嗯。你这里放盐了没？没放盐，放酱。开锅了。嗯。哎。端呗，姐。我先看看，哇。看着就好吃。这是今天的蒸茄子，还有中午的鱼，大鹅蛋，烫不烫？来，我端吧。烫，呀，它往上呲气儿。不行，算了吧，一会儿你放那吧。啊、哦，全撒锅里了吧？你好，你这边进不挖道吗？你好，我不故意的。那我就拿鹅蛋吧。起来吧，别整了，整了一会儿不好刷，不好弄。哎呀，还有这个鸡蛋酱呢。啊，这不叫鸡蛋酱，这叫鸡蛋焖子。叫鸡蛋焖子。我的最爱。嗯。来到这个小仙岭，实在是太冷了。哦，今天把我俩冻傻了。看草今天穿啥？哦，羽绒服都穿上了。没有，我说这本地人穿的是什么？本地人穿短袖也冷。给。吃完饭之后就可以上床睡觉了。因为我刚才在外边的时候穿的是羽绒服，然后到屋里边就可以穿短袖了。因为刚才下午的时候，姨就早把这火炕给我们烧上了，就从这个地方。烧的这个就是东北大炕，
现在这个炕上边可暖和，可热乎，晚上时候就躺到这儿睡觉，可舒服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睡觉的地方。好了，拜拜。